开始，哎呦，那是这边，错子嘞。听你北山来就对了。伊个面朝迄个，这条路嘛，啊面朝一只嘛，起码才无落停嘛。我拢停去巷仔底嘞。你拢停去啦？路面朝，面朝伫这边嘛，我拢停伫。这方向只有一个巷仔入去，有一个公，无遐一个公园，无全家伫这边，啊，这边对面遐有一条巷仔入去，内底遐有一个公园，遐拢，吓，遐拢，遐大部分我去拢有位啦。你你应该会当外地边遐看嘛，啊，遐位迄个有一个停车场，全家遐巷仔位遐遐有一个停车场，咱行出来，位遐行出来，啊，无你停落。路边啊，有哇！啊，停车街拢无去啊！停车街拢无。哎，又要起一个地球，你无看咯？我无印象。我问个地主，问一下，我咧创嘛？啊，遐唔是我未停。一个地球，我咧后一个门口咧。哦。啊，遐全部停车街拢无。啊，林刚去遐停，去遐找看卖啊！来啊，点名啊！冲杰翻天。正源卡拉车立文，见鬼了！好，你说刚刚那封面哦、喔，没有，那封面是我刚才在车上看影片的时候截取的。肥婆 ，Hello， 先来摇滚区占位置，申请 Hello， 翻天 Hello， 饭团 Hello， 丽丽好久不见了，怎么样？嘉丰、中宝、龙谦、亚龙、建军、斗六夜市没有嘞，斗南夜市跟斗六夜市又没有差很远。哎呀，你如果要过来斗南夜市，应该蛮近的吧？宋家咯 ，DDT 啊咯，蜀挺嘿嘿，阿姨喜铁路是啥物？哦，阿姨喜铁路，无聊。桃花洲花咯，桃花洲也真名啊。燕良阿伟，今天对啊，今天那么早就摆好了。来下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已经摆好在看手机。少华阿咯，淑娟，仲佳，淑婷，俊德，苍蝇，今天在斗南夜市哦。小严阿咯。第一次看不到，哎，亚卡爱音乐，你昨天是不是有留言？我对你的那图片有点印象。今天挑战6:40完之后，6:40有一点扯了，8:40可以完之后就很开心了。小 T 啊咯，对啊，我就想说你这头像看起来蛮特别的。桃花洲是食物语的人物、啊，什么意思？食物语的人物，食物语什么？我要用另外一只手机看。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没错，但是不能差太多。肥锤又迟到，没有迟到，是老板他们今天比较快。阿苏 ，Hello， 阿苏好像也是新朋友。6:40完之后，现场买比较便宜又到了。差不多啦，只是宅配会多一个运费而已。啊，现在也还好啊，运费两箱才算一箱的钱，也还好啊。雨峰 ，Hello，JJCC Hello， 阿叔买起来，阿叔有没有来过啊？阿叔，苏三敏有上来吗？没有看到，没有啊，没看到苏三敏啊。
还是阿苏就是苏三明？不会吧？八点结束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奶行哎，御饭团奶行哎，你老朋友每天看哦，所以是你老朋友介绍你看的就对了，肃清他咯，肃清也是新朋友的，呼叫肃德肥婆出现，你是住台北的老灰啊？老灰啊，是老灰啊，定义是几岁到几岁就可以叫老灰啊？你自己看，阿贤啊，小胖不是新朋友，等一下就有吃播了，等一下就有团队吃播了。这是线上问候，60岁就可以叫阿伯了。等一下就有大哥说整台都给我，真的假的？郑远，该不会你就是要当第一个吧？都免拖啊，今天都免拖啊，规台给我包起来，直接再来弯刀。家峰不是亲同学，家峰领报得去养耳仔啊。庆昌哈喽，庆昌，感谢你那一天买猪血糕给我们吃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忘记了啦，直播有看到但是忘记了。欸，庆昌你们也常来啊，我记得好像也看过你们好几次。肥婆开箱看了6次，广告看了好几十分钟。俊德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看6次？回锤，郭小金最爱他喽。看六次是什么概念？啊，那个俊德，骑着夜市大道可以骑脚踏车进来逛夜市，还有后面还跟了一台机车，帅气哦！乡下夜市都是这么豪气，脚踏车直接骑进来，就跟我们以前都会骑机车进文化路的意思是一样的。什么事情需要说出来吗？荤收啊，荤收啊喽！铁路排骨有货了吗？小林哥，太认真了，他现在太认真了，他现在不知道我在叫他，认真到我在问他叫他名字，他都不知道。铁路排骨有货了吗？又廷哥，铁路排骨有货了吗？他都没听到哎，太扯了。张彩虹哈喽，右贤哈喽，元旦嘉义弥陀夜市街。哎，对了，大家跨年要去哪里？有哪里的那个卡司比较强的吗？台中的卡斯如何？在看妹，不是在看妹，他在看 FB。而且我还叫那么多次，他都没听到。高雄夜市哪一个夜市都冷清清，你有去那边唱歌是不是？哎，有，可以。来，换换手。哎，有来过哦，好像有来过哦。好，来过去。
有来过的感觉，不是很确定，感觉蛮面熟的。大东山是什么？大肚山还是大东山？哦，财信好久不见呢。现在没人，没人就看手机啊，因为东西也都准备好了。李大伟哈喽。现在民雄有在绕境哦，是正阳堂吗？众家是在哪里绕境？切遥控器没插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都没有吃摊是什么意思？绿饭团，无吃摊是什么意思？要去跨年，记得自备食物哦哦，都没有那种小吃摊的就对了。帮肥婆充人气啊！谢谢俊德。下星期二买到。小妹，啊？你今天咩只有单呀？好啊。你后生问题，我公司都有啥人啊？你也靠在问。啊，不然你摆休去。哦，拜一到拜五都有人，你要甲问着嘛？伊来加啥物拢甲唔知啊问着。无啦，拜六礼拜是装修啊。我办公室六日拢休息。喂，大哥大伟公司。民雄街上。大甲妈祖。大甲妈祖医疗团。好的，播放。啊，国语播放。大社人我要聊到冷气。月亮虾饼两包，牛肉卤四包，羊肉卤的。红烧牛腩沙发。啊，跨年有哪一场比较好、比较可看的吗？可看性比较高。台中的不知道有。苗栗。卡斯怎样？北大沙发，北大沙发，北大几多哟？北大沙发地，伊一只沙发多嘞，咸咸皮海龟。C H E W hello。来，有来这个，那背地啊，那高中的背地。我现在目标是先跳回七开头。那是鱼柳啊，感觉蛮无奈，那给两包。禁止在外面吃啊，所以就是实施那个以前在学校不能边走边吃的那个礼仪就对了。我把给你写了外书面，我放了。切遥控器也没差，没错，切遥控器的真的没差。有啊，有打。来，这边这节的话。小胖胖，我是姐吗？可以问啊，为什么？现在那张旗是用哪一张旗？那个旗不是我们的，那旗是隔壁西瓜牛奶的。我被叫回来，我被叫回来，现在处理掉了，赶紧把它带起来。阿妹，你再看看，等下我先来看看。然后苗乡那边吃完。我这用火的，用火的，用火的。哎，你嘞，我把钱存的，存的哦，今天比较早哦，两千三，对哦，三千八，三千五，四千四，我带你一个推荐，你有加一个两百块，我先把背后视角打开，四千四的两百几嘞，那个阿多一把，三块多一点，来我来用笔用画一片啊，来嘞 ，OK， 各位，今天就先到这边，等一下记得追集团哦，拜拜。这六百块怎么不会？几千啊？那几千要帮我。哇，大哥，颅类不知道买多少，全部都是颅类的感觉。好，来，快快处理吧，处理。